四小姐，土匪的日子不好过吧？土匪嘛，不就这样。蛋快进了，粮也绝喽。你那空投部队何年何月才到啊？弄不好这一次我真他妈的去投东北虎了。好啊，咱们一块儿投降，然后再领下他共产党的赏钱，在山外找一块清净地方过我们的田园生活，好吗？一言为定。喝吧，喝。No!
够活呢。够吧。队长，前面就是普洱山门。哦，走，迂回过去。隐蔽，啊，四小姐，您来了。伙计，别走神儿。走不了，这精气神足着呢。他东北虎就是进的这山，恐怕也出不去。要有大部队来呢。山下那条深沟看见了吗？那里头装上几千几百个人都没有问题啊。还是当心点好啊。哎。眼睛睁大点儿，看好了。嗨，您放心吧。哎呀，四小姐，你早好啊。
记住这个洞口，我们回去的必由之路。下去吧。舅舅，您不想烧炷香？想啊，可还不到时候。小子，如今菩萨不保人了。舅舅，您的窝多，要说逃命，您比我有本事。我是不想走喽。走到哪儿去？台湾那地方一时半会儿走不到。再说，哪儿也未必比这儿强。我记着您的话，共产党是山里的溪水，闹腾一阵子就会流走了。这一次水大了一点儿，谁知道会不会把石头给冲走哦。俗话说，人活七十古来稀嘛。您是这山里的一块大石头，在共产党的眼里，您的命比我值钱。小子，你可别小看你自己，你的命并不比我贱。好歹我活了七十年，而你，哼，连我一半也活不到。看来情况比我们估计的还要复杂。嗯，走，赶快离开这个地方。是这儿吧？嗯，好像是吧。
什么？哟，不好了！留下命吧，识相点儿，把枪放下。哎！先进洞，我掩护。哎，不中用的饭桶，给我追！没事，进了洞更好，洞里的弟兄会收拾他们的。不行，那个洞四通八达，快，快去！来来来，快快快去！去！你们我妹妹，快点！我妹妹，跟上！快点！快呀！好像不是这个山洞，怎么办？啊！别慌，别慌！当心队长！啊！快！趁土匪还没追来，快去找到我们刚刚走过的洞口。不是这个洞口，快去找洞口！是这样，你照顾好队长，我去前面看看。哎呀，记住，千万别乱跑！快点，快走！弟兄们，快往洞里走！哎，杨科长，快！快点！看他们往哪儿跑！别让他们跑了！队长，放下，放下！来，队长。队长，洞口外。敌人都已经消灭了我们快撤吧，队长你们快撤，我掩护。不，是这样，你缠着队长快走。好，队长，我们快走吧。混蛋你缠着我能过悬崖吗？还不快走！抓活的鱼！
只有几个人，我主。跟上，快过去看看。好，快。哎，哎呀，他没死，他没死。别开枪，下去。好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共产党都把火烧到你们肚皮上来了，你们还有闲心烧香敬菩萨？我的四小姐，别得理不让人。过去我去巡逻，怎么就没碰上这种事儿？今天要是我在场，还能让那两个小子跑掉？你。我问一句，那刘玉堂你打算怎么处置啊？您说怎么处置？补你一个聪明，小子，别杀了他。杀了？哼，呀，哼哼，丫头，气儿别太冲了。老蒋的人马是今天到还是明天到？这两天八成是到不了这乌龙山了吧？外乡人说话知趣点儿。你，爸爸。爸爸，爸爸，你醒醒！爸爸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！爸爸，爸爸累了。爸爸，你起来呀！爸爸，你是战斗英雄吗？同学们都等着你去给他们讲战斗故事呢。爸爸是战斗英雄，叔叔阿姨们也全是战斗英雄。爸爸，爸爸。
好汉，没想到吧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真不明白，还真有像你这样不怕死的，从大老远的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乌龙山，还白白的送上一条性命，何苦呢？你想活吗？想啊，一直想来着，还想活得更好些。自打进了这乌龙山，我就觉得活得更有滋味了，越活越带劲儿了。我可以马上让你死，是吗？那太遗憾了。不过，人要是活得太来劲儿了，死了也值得。不过，我还是想让你活。如果你网开一面，咱们也免得鱼死网破。柳玉堂，你也太小看我了。我真不明白，你到底是想死还是想活？你怎么能弄得明白？年纪轻轻就杀了那么多人，男人、女人、老人、孩子，像你这么活着，本来就比死还早。你说话太刻薄了。我说的是大实话。好吧，就算你说的是大实话，恐怕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杀人的。我可以剥活人的皮，我可以抽活人的筋，我可以把你撕得粉身碎骨。这算什么本事？一个人只要他没了心肝，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他干不出来呀。我无所谓，只要死得值得，管他怎么个死法。钻山豹，我倒是要劝劝你，想想你自己，你会怎么个死法？乌龙山的穷苦山民们，祖祖代代受尽了你们的欺负，活着的有几个不是孤儿寡母？死去的，新坟、旧坟，冤魂不散，都要向你讨还血债的。有人说，乌龙河的水，一半是血，一半是泪，这血之泪，都会要淹死你们的。
父老兄弟们，这次大部队回来就是为了彻底清剿乌龙山的残匪，乌龙山地区的百年匪患就要结束了。快点！就是一死吗？还用得着玩这么的花样？今天我要让你死个痛快，也好让我的兄弟们开开眼界。我要活剥你的皮，以壮我的军威。那我只好领教领教了。趁那边脚架还没装好，有什么话要留下的吗？爸爸，爸爸。我只想跟你的弟兄们说几句话。有一位叫王玉清的，不知道在你们中间没有。你的小儿子上个月出天花死了，你五岁的大儿子一定要上山来找你，可人们对他说，这都是你当土匪的爹给下一代造的孽。那孩子哭啊，看了好叫人伤心的。还有一位叫满庚吧，你娘跟你收了一门亲，那姑娘人贤惠，模样长得挺好看的，可你娘一直瞒着对方，说你到外地做买卖去了，不敢说你在山上干这个。还有哦，大毛，毛是谁呀？你老婆她可怕你死啊，你都快一年没回家了，也没给家里烧东西了吧？她娘家逼她改嫁，逼得好紧呢，可她一直惦记着你。
弟兄们，我不想把你们叫土匪。土匪这个词儿听起来叫人心烦，叫人恨。你们也是人呐，父母所生，你们想过没有，自家的姐妹被人糟蹋，自家的亲人被人杀害，这是什么滋味？人心都是肉啊！